泡温泉的路上，好，很好。丁沟辛普森商店入口，在这拍影拍照留念。这已经正式进入辛普森沙漠了。老苏同学在开车。辛普森沙漠就是由这样一道一道的沙梁组成，一共有1000多道沙梁。再相会啊，辛普森沙漠，5年之约。都拍好了。好，我拍的视频，拍的视频啊。好，5年之约啊，大家挥挥手啊。OK， 好，完美。好。他这马上拍的颠的。哎呦，颠的呀。我靠，撞到牛屁股了！这是我们领域刹车，我让你不着急过啊！这个狠！我砍柴归来。So easy.
距的应援力，就是今天的难度是比前两天要大一点啊，看出来，能看出来啊。嗯，这应该是下午都是偏发软的时候，因为太阳比较厉害。上午的话应该比较轻松，这个坡不应该这么难。嗯，那就是不想颠。朝鲜亚油菜先上，给你一次龙虾的机会。我就不上。老哥，你探个路，看左边好走还是右边好走？看看你怎样。右不走。
人生何处不相逢啊，又遇见了。你的石鱼多大？哇塞，真大，一手抓三十个。三重交界的指示牌。这边是昆池兰州。这是南澳，你这个柱子的分界线啊。这边是北领地。最怕的是在山顶回车。哎呀，刚才叫人家堵在上面，我们被堵在上面。之前看看能不能上去。就在底下瞧着。我靠，这270的，真他妈的有钱。现在变成六根道了，原来四根道的。嗯，本来你们可以六辆车一起上哦。那就壮观了。Yeah.
这家